みなさんこんにちは、うんたんです。僕はルーちゃんといつも違う美容院に行ってるんですが、今回は初めてルーちゃんと一緒に美容院に行きました。一体美容師さんがどんな髪型にしてくれるのか楽しみです。しかも今回はおしゃれな街吉祥寺の美容室に行きます。なので今回の動画は美容室でおしゃれになるぞ。大家早安，今天我跟文当要一起去美容室弄头发，是我们两个第一次一起去，超级期待。期待。初めて二人で一緒に行くのね。そうね、初めてね。楽しみ。我们去的吉祥寺的店，好漂亮哦！天哪，怎么这么高级？日本的美容院都会有这种置物柜，让你可以放你的东西。那我们这次找的这家店，它比较时尚一点的感觉，所以连柜子都是这种有一点复古的。然后我一定要跟你们说，等待的地方也很豪华，像这样子根本就是一个客厅，还有这么大的电视。通常第一次去一家店都要写这种会员资料，这个表单的字看起来也太模糊了吧，写得很认真的文档。对啊，这里好漂亮。天哪，这个美容室也太美了吧，傻眼。然后前面还有一个平板，是可以给客人拿来看杂志，或者是可以讨论要用什么发型的。文当的设计师是男生来帮他弄。要薄いっていうよりは割れやすくなってる。ああ、はい。なのでまあ乾かし方とかでちょっとこうカバーしてくるっていう感じになるので、ちょっとまあ乾かした時を引っ張りながら上に向けて乾かしてあげるとよくは分かるかなと。这个平板上面可以看很多杂志，那这样子滑的话就可以改变它的类别，有女性杂志啊、料理杂志，方便耶，好酷哦！すごいね。でも今から変身します。前よりも強めにパーマかけます。我第一次跟文当一起来日本的美容院，之前我们两个都是分开去，所以这次又觉得特别兴奋。文当是要先剪头发还是烫头发？我应该是要先染头发才要剪头发，因为我染头发需要时间。他们就问我有没有想要喝的饮料，就会送饮料给我，好贴心哦。除了饮料之外，他们还会附饼干、巧克力跟糖果。刚才文当也点完饮料。副将，私飲み物何にしたと思う？Cocoa的 ice， 对，我跟文当点一样的。台湾也有啊，这个味道跟台湾的旺旺吃起来一样。跟大家说，我发现了一件事情，这不是每一个都是位置吗？然后白色那一台机器好像是洗头的，所以洗头的机器跟椅子是分开的，就不用去洗头间洗头，它可以直接坐在那里，每个人这样洗头。今ファラーして今からシャンプーします。ちょっとの解説になってる。ルーちゃんどんな気持ち？聞こえない。聞こえない、じゃあいいや。どんな気持ちですか？形がフィットしてて普通に違和感はない。あ、フィットしてんだ。後でルーちゃんも分かるんです。お、楽しみにしとこう。じゃあ足広げとる。男みたい。いや、すごいスチーマー。烫头发热到文当整个脸都是汗，烫到就白，めっちゃ汗かいてる。真的哎，文当已经看起来整个像在泡山温暖。文当现在完全就是长这样，一模一样。文当的脚竟然比这个椅子还长，我的脚刚才没有超过这个椅子哎，腿太短。我刚才看到旁边有一根这个线，我本来以为是拿来挂毛巾的，结果他们说是用来支撑这个布不会往下的。啊，我想的太简单了，这家店真的是什么地方都处理得很用心。我文旦弄完了，刚才美容师跟我们说有这一条感觉比较性感，我就觉得还好啦。好很帅啊，帅。はい、リュウちゃんも完成しました。どういう感じでカラーしてもらったの？他们给我用一点有灰色的，可是因为这里的光是。橘光的关系，所以我的头发看起来黄黄的。可是出去的话，应该就会是灰色。光によってカラーが変わるってことね。そうそう。すごいじゃん。いろんな色が入ってるってことだ。日本很多美容师弄完头发都会在这里帮他们拍照。我们弄头发的地方在三楼，走这楼梯走到快累死。哦，我的好快！哇，你这个地方好帅哦，口红好帅呢。帰る待ってるとこでも無料でジュースが飲みます。钥匙怪怪的。横と横合わせて。あ、谢谢。髪ふわふわだね。开心开心。嬉しい？嬉しい。幸福吗？幸福。开心。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阿里嘎多塞吗？很好看，适合文当哎。我们两个这样用下来，总共是19000日元，虽然不便宜，可是我觉得是值得的，因为他们整个店的环境还有服务都很好。めっちゃかっこよくなった。予想はるかに超えた。还有人说自己这样很帅，受不了。髪型はかっこいい。美容師さんのおかげ。其实是我跟文当第一次来这家店，但是第一次来的经验就很好。之后如果没有搬家的话，我们应该还是会来这一家。しかも美容師さんめっちゃイケメン。僕は。这个人在想那些不正经的事。晚餐我们随便找一家寿司店来吃。120日元的螃蟹味噌汤，竟然有这么大只的螃蟹，好吃吗？那文章都不留给我吃，自己就吃。哇，他是吗？他背的。哦，还加快速度。好温暖。我觉得比起味噌汤，比较像三种炒的牛肉汤的味道。看文章喝喝看。好，好吃到呢。原因是面呢，是真的。比较像牛肉面的汤哦。日本今天和明天两天 Uniqlo 的超级暖发热衣在大特价，所以文当来补货。除了发热衣之外，文当还买了一件外套，这样冬天就不怕了。这个外套超暖的，文当超爱。めっちゃ分厚いの、首元も隠れるから、風も入ってこないし、めっちゃ暖かくて今セールしてるから、みんな見て。那现在已经很晚了。たとえ夜が明けようとしても、お祭り。